在叮当入面，大雄的年龄永远都是10岁。在漫画家的世界，10岁可能是最快乐的日子。两位同学，轩仔同学、嘉轩同学，你们的10岁是怎样的？我10岁是听哭爱的。助听器 OK 吗？我没有补充了，法官大人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朋友啊？世界最信任的同伴又是哪个？你记不记得你同伴？梗记得啦。姓王的那个？不是啊，得过一个而已。是你自己。你何尝又不是啊？我怕是很尽兴啊。自己同自己玩都幾開心。都係啊，你係咪？我成日同自己玩嘅。好羨慕玩嘅。咩都玩。有啲咩玩啊？你嘅自己。尤其學識咗同自己玩之後。點樣同自己自己玩？都係嗰啲啦。飛喺飛機啊！掟飛機啊！玩一支炮啊！咪即係嗰啲。整嗰只炮出來嗰啲，冇錯。OK， 係咪一開始就講呢啲啊？唔係啊，我哋曾經翻好學生嘅問題。你哋細個有冇幻想過？如果俾一個法寶你，你哋會想要咩啊？你咧？點解你成日都問我先嘅？你答先。我驚我答咗你冇補充啊！呢一條我有，你條有。呢一條我有得補充，好啊，係咪到你做好啊？我講先啊。係啊，你口窒喎。我針啊 ，OK。我覺得可以，如果細個成日覺得自己可以隱形就好啦，咁我就可以去隱形遊樂場。我冇補充啊。好矛喎，可唔可以？可以啊。扣個人工啊？我成日都。如果那個法寶可以是一句話就好了，時光倒流一句話不行，我自己都覺得不行，不行不行，重做零分。好了好了，sorry。 下一條歌。細個有沒有幻想過有多一個分身呢？我有的。是你現在就實現了。我就是你的分身。夢想成真是吧？有什麼你病我可以代你嘛？你唔早出聲，上個禮拜就開咗啦。我都好忙啊。唔好嘈交啊！開始。冇啊！後聲，後手呢啲。勁老嘅嘢啲人。咁話時話啱嗰把聲咁熟嘅，天上面嗰把。係啊，上咗去嗰把。天堂嚟嘅聲音啊嘛。哦，係。俾天使吻錫嘅喎。我以為是 Serenity 添。唔係啊。我都唔係好識佢。聽多條聽係咪把聲先？好，好啊。幾時開始覺得自己長大？幾時啊你？3年前。唔係啊，仲有毛嗰陣先開始咯。仲而家你有毛啊？唔係，即係頭你細個冇毛咩？唔多咯。你唔係好多嘅咩？你好多啊？你啲海膽。細個係咪已經有啲？冇啊冇啊，細個唔覺㗎。細個唔覺。係大大下，唔知係咪食錯嘢？食多海膽。食得多海膽。一發不可收拾。咁你咧？你望落去好似就啲毛都 OK 哦。正常咯，冇得意。冇得意 ，OK。好啊。下題。嗯。如果有時光機，回到過去見到10歲嘅自己，你會同佢講咩説話咧？我會同佢講跳得高。我會同佢講。叫佢生生性性做人，因為我覺得細個嘅時候浪費咗好多時間。如果可以有多啲時間去學音樂啊，即係唔好成日掛住睇卡通片啊，去玩啊咁樣。咁如果應該有林家謙咁叻啊，而家。所以
如果櫻花正開呢，就可以同我試用，拜拜。仲可以同你唱歌添。咦，你行得快咗喎，今日。唔好咁留意我。